攻读圣马窦福音。那时候，耶稣对门徒们说：你们要谨慎，不可在人前做正义的事，只为引人注目，因为这样便得不到你们天父的赏报了。所以，当你接济穷人时，不可大吹大擂，像那些假善人在会堂和街道上所做的一样，只为了博取众人的称赞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他们已有他们的赏报了。但当你接济穷人时，不要让你的左手知道你右手在做什么，使你的施舍隐而不露。你的父明察隐秘的事，必要赏报你。当你们祈祷时，不要像假善人一样，因为他们喜欢在会堂里或街头站着祈祷，好让别人看见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他们已有他们的赏报了。但当你祈祷时，进入你的内室，关上门，向那在隐秘中与你同在的父祈祷。你的父明察隐秘的事，必要赏报你。当你们禁食时，不要像假善人那样哭丧着脸，因为他们面带愁容，故意使人看出他们在禁食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他们已有他们的赏报了。但当你禁食时，要梳头洗脸，因为你禁食不是表演给人看，却只为了你那位在隐秘中的父。你的父明察隐秘的事，必要赏报你。上主的话。